来看过来，你知道月季出现这种黑杆该怎么处理吗？那就砍掉它，砍掉它。砍掉就有用了吗？就算你砍掉100次，过不了多久旁边的枝条也会反复黑掉，这不是枝条的问题，而是在根部。以前防治月季的枯枝病、兰花的软腐病、根腐病、多肉的烂根、叶片化水，都是用各种杀菌药来喷洒叶片。现在有一种更偷懒的方法，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，使用简单方便，直接撒在土表面就可以，随着浇水或者下雨就会慢慢吸收。接下来的60天之内，在你养的花上面就很难找到黑斑、枯枝、炭疽、白粉、黑杆等等，而且它是通用的，家里面的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用它来预防。